神我骑谁？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Thank you.
舍我其谁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我们已经来到秦斯湖一带，再往前就是梦图蜀国银月城的管辖范围。这里就是传说中伟大的秦斯大人的出生地吗？我还是第一次来。湖光水色，好漂亮的风景。 你们这些银月城的刽子手，快点放我出去！哼，你就省点力气吧，否则待会儿就让你尝尝苦头。好不容易才抓到法雅尔大人钦点的素材，得赶快押回城里。慢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是瓦尔克里的尼雅大人和里欧娜大人。 请救救我们！特瑞莎被他们抓走了。嗯，你不是胡泽族族长的侍卫官菲利达吗？喂，奉劝你们少管银月城的事，否则就等着让人去秦斯湖畔吧。很狂妄的口。既然如此。 舍我其谁？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找别人吗？
尼亚大人来到这里的消息，不能让这些银月城的走狗带回去给法雅尔知道，否则将会破坏我们的计划。你的心思还蛮细腻的嘛，菲利达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尼亚大人。但是特瑞莎他……上次不是就跟你说过了，叫我的时候不要加上敬称，你忘记了吗，菲利达？是。 尼亚大，尼亚，别着急，我们先回你的村子再说吧。哦，瓦尔克利的勇士们，你们终于来了。露琪亚族长，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 自从上次我们会面之后，族里被捉去成为实验品的人数越来越多。实验品？可以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大约是半年前开始，银月城开始征召我们族人到城里进行所谓的人体无害实验。他们声称这些实验不会对人的身心造成任何影响。 但没过多久，参与过实验的族人却一个个性情大变，甚至会攻击村里其他人。我们向银月城提出抗议，没想到他们却变本加厉，直接闯进村里将人掳走。我们却无能为力，只好向瓦尔克利求救。难道纳摩塔热的盛行跟银月城的实验有关？ 目前还无法确定，我们此行就是为了调查两件事情是否有关联。各位，就侦查的结果来看，实验室应该就位在银月城东翼的一间密室里。
为了阻止更多人受害，我们今晚就潜入银月城解救人质，并且破坏他们的仪器，阻止实验继续进行。菲利达会带你们从琴丝湖的水下密道进入银月城，剩下的事就拜托你们了。对了，族长，这次行动只有我们瓦尔克里人参与，所以希望您能帮忙照顾克菲尔。我也想要帮忙，而且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纳姆塔的事情。不行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。可是，克菲尔，这是我们瓦尔克利对胡泽族的承诺，你并不需要陪我们一起冒险。讨论到此结束，晚上请大家在此地集合吧。舍我其谁，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舍我其谁，我要一个打十个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舍我其谁，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找别人吗？
我要一个打十个，耶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可以找别人吗？舍我其谁？
Thank you.